的称号。若是有社会阶级制度的动物，看到比他们矮小的人都会跑过来欺负他们，以展现他们的社会地位。那当蹲下拍照的时候，也请稍微留意一下哦。那园区内目前草坪正在维护中，有白色线围起来的部分，请不要踏进去哦。再来看到我们手上的门票，全票长这个样子，全票上面都附有一张饲料兑换券，那优待票则没有。兑换饲料都在待会进入部门的园区内，里面有一台摊车可以做兑换以及购买，其他地方是没有办法做兑换的。